啱啱去完欧游冇耐嘅陈雷，差足电就极速投入工作，去到澳门举行个人音乐会。今次系陈雷相隔八年再次喺澳门开 show， 所以专门为歌迷专心挑选歌单。无论系新歌、旧歌定系人哋嘅歌，陈雷都满足大家嘅要求。就连香港演唱会冇唱嘅歌都有，难怪大家都赞今次演出诚意十足啦。之前香港嘅沙门演唱会或者系今年嘅念演唱会咧。其實告別咗天都有被偷偷攝入歌單，又被我偷偷地抽走。因為咧，我又覺得啊，呢只始終係一隻電影嘅片尾曲啊嘛，咁好似有啊同成個音樂嘅感覺又，成個即係當時嘅演唱會嘅感覺好似唔係好關聯。但係咧，告別咗天就同澳門好關聯。